来看这题，他说相爱 A 和相爱 B 互相垂直，那相爱 A 绝食是几？四根二五。相爱 A 加上相爱 B 绝食是几？五根二五。求相爱 B 的绝食是多少？其实这题哦，这哪一句话最重要？第一句话，好不好？相爱 A 和相爱 B 互相垂直，它有垂直纹身特性，它们夹角是几度？九十度。夹角九十度会造成相爱 A 造成相爱 B 是几？它等于相爱 A 的长度乘上相爱 B 的长度乘上 cos 九十度 ，cos 九十度是几？零。所以说只要看互相垂直，代表相爱 A 造成相爱 B。好吧，内积算出来等于几？零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之后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你看一下题目条件呢？我是不是有相爱 A 绝值？题目告诉我这个东西，求它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麻烦你看到这个东西，两个相加，求绝值，对不对？麻烦把这样平方行不行？把这平方乘开，相爱 A 加上相爱 B 的平方。老师问你 ，A 加 B 平方乘开自己 ，A 平方。平方加绝值加上 2AB 加上 B 平方，平方加什么是绝对值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它带进去，它是几？五根二五，五根二平方是几？七十五。相爱 A 绝对值是几？四根二五，对吧？我抱歉，五根二平方是几？啊，五平方二十五，根二平方五，二十五乘五一二五。相爱 A 绝对值是几？四根二五平方。80加上这东西是几？你要不要写？不用。加上相爱 B 绝对值的几次？两次。所以说一下相爱 B 绝对值平方是几？ 45。把它开根号，所以相爱 B 的绝对值是几？正负根号 45。麻烦取什么号？正号。根号45怎么写？9乘 5， 开出来是3根号5。这样行不行？行后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， OK。